啊，不是，爱丽丝，爱丽丝，这个秀也太红了，红皇后，你这个嘴，他没什么好选的，我呀，那肯定求姑娘了，还是这个吧，爱丽丝，那个还得戴头套。各位老师需要在十秒内依次回答四个问题，全员答对两题，才能让贾玲老师自己选择。第一题，请说出杨迪参加过的综艺节目。哇！王牌对王牌，奇葩说。爸爸爸爸。好，火星火星。哦，我录的。即时环游星。没事天下。没事天下。非正式会谈。火星情报局。已经晚了。已经晚了，晚不晚的吧，这奇葩说就错了。第二个题啊，我上后面去吧。上后面难，后面后边更难。啊，后边后面可以想，多想多想。那我让你的后边。后边几乎都被前面抢掉了。请说出六位音乐家的名称。有快乐。请说出六位音乐家的名称。郎朗。刘德华。贝多芬。莫扎特。肖邦。周杰伦。周杰伦不是音乐家吗？你说是周杰伦是音乐家。好，我就错了，就是这样咄咄逼人，最少了。这算你们答对啊？算我们答对，我们说的都是音乐家。周杰伦到底是谁音乐家？周杰伦是音乐家。你这个算字出在哪了？问题出在哪？哪位？我们说的哪个名字？哪一位不是音乐家？说出贾玲的 B 站男友。范丞丞。这么多，这周深、沈腾、花花、李雨欣、黄晓明、黄明昊，时间到了，黄明昊不是吧？黄明昊有，肯定有，有，现在就让粉丝剪。林佳、Justin、姐，肯定有，有没有？您说黄明昊不火，因为只有火的人才可以。花花，最后一个题，请说出六个姓周的歌手。说啥？说啥？周艳红、周深、周传雄、周兴哲。周浩，周笔畅，周星哲是谁？周星哲是谁？周星哲哪位啊？周星哲是谁？张信哲和周星驰。你看国海外的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，就是他每次都我一点没瞎说。周星哲，我们孤陋寡闻了，那嘲笑人家。哎，是吧？是有吧？真有这么个人。你们好俗啊！你们好俗啊！不是，而且老板是怕出废物的。你们让我说，人家有这个理由，给解释了。给笑的我。